我让妹夫们其实这个发动力呢有报告这个刘鹏总统啊，这个差不多20条的这个债务啊，那么其中有真多呢，就是欠人家老百姓的钱的。那么这代志呢，咱台湾民政府呐接到借款了后呢，那么这个代志要如何安排才是好的？好、哦，就是讲这债务，有的是不是不能够负责，还是有的可能不负责比赛？这吼、哦，爱负责部分，我感觉真简单啦。那是讲朱立伦上台时，甲讲局长上来迄几工吼，我拄有代志去找我的教育朋友吼，啊，我怎去甲拜访？我啊，我这才想要甲你请教嘞。我上台就欠104，吼、哦，变作讲足简单。咱吼、哦，台湾的税源足丰富的，比台北湾较强。只要你若好好啊。按照预算去执行的时阵吼，一定有存钱的，一定有存钱。然后三档内底就把把迄114的申请，结果伊讲当个烂烂干呢，拢在做一挂无路用的工课，啊钱一直开出，予议员提好工啊。所以伊不但无把这个负责申请吼，而且即摆写负责400万的，伊就来了400万的。咱假使讲有一天，咱也是即将这政权的时候，咱一定要正相交的，这个物件一定要来好好甲处理掉。大部分的钱拢乌白开，我所看到的太济迄个文职官还是啥，这工程哦，偷工减料的，几千万开出去，差不多落实是300万啊400万，虽然拢提分了了，迄工程的承包商拢会讲，我无付议员未使，我无付。官员未使，我无法官未使，我无检察官未使，我无调查局未使。啊，钱分分的，当然迄是伊理由啊。伊总是分的，到尾伊家己嘛存未少啊。假设1000万开出去，伊是300万去做工程啊，但伊可能分500万出，家己人偌济，伊人200万，伊人200万，伊真优惠啊，嘛袂歹啊。哦，所以总共一句就讲，咱无真好的制度。这种真，中国的这政策什么是安尼？伊哩当讲话拢野人啊！你底下的人、纳税人拢是野人啊！伊哩拢特权啊，伊是特权政治啊！伊当做代志拢是讲话拢是有特权的啊，包括电话有特权的。你无去遐打点，你只一下核心的、一下重要干部，你无回，就是停水，那有可能互你工程啊！所以停水的时就是拢爱分配好势。所以你看一个工程哦，现在讲这个工程，应该当时要做要做，但一直拖一直拖，第三，3万32分好势，大家这利益集团拢分好势，才有开始施工，才有开始发包，是拢安尼来的。啊，这款人咱一定要甲改变，哦。另外就是讲，咱将来也无负担国防甲外交，咱这钱就省起来，慢慢来甲行，上必要的先行，哦。那就对远的行去，就是对近的嘛。啊！我这40栋都爱成型啊！哦，不管外形嘛，是爱型啊。啊，这40栋个体用拢无半线的，无半线波向的。哦，类似这款嘞，大家爱提出来要求嘛。哦，哎，你有啥？有啥问题？你好啊。哎，我有一个先生很关心问题。哎。他想要抗税啊，不缴税。抗税不缴税。对哦，即摆有这个体制内底，伊会使甲你查封哦。无啊，咱的进行的方式是安怎？是不是应该甲你讲讲？咱是因为这个中医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恁看一头哦，今日太早。哦，来跟你讲嘿。哦，我等你个问，再等你来，再讲哦。好，谢谢。行，谢谢。我们大家休息一秒钟。